刚去套房咋样？相中了没有？挺不错，很好啊、哦。这套感觉要更气派一点哈，这套看着气派一点。你看，白墙，嗯，大门前面一个很宽敞上坡，啊，就显得很气派。而且它这个路可以停车啥的，也很方便呀、啊。嗯，路也很宽，路很宽。这边是人家种的，这是啥呀？这是烟叶对吧？不知道是个啥烟叶啥玩意儿。这边就没人住，就种点花。哎呀，对，刚才那个大哥说垃圾桶都放在人门口，没人住就欺负着没人住。看这个位置，挺大的一个院，非常好的一处院子。赶紧进来。一个小燕子。啊，燕子窝。里面有一只燕子。有啊。哎。燕子还能听到你打响指，吓都吓死了，听到你的声音。四合院，这是一个四合院、嗯、这个院子更好。这院子不错，这院子不错。那个四合院就是卖的那个七万多那个四合院吃的，那个可以啊、哦。那个看着那个板子很干净，嗯，那个比这个还大，看着大是不是差不多吧？就那个79000的那个卖了的那个啊、嗯，那个前两天还没卖，昨天卖的。你说多巧，这大哥来看那个就在这旁边哈啊、嗯。那这个里边四合院的里边，这是一个小屋，这屋咱可以做个什么呢？做个厨房，可以，也可以做个卫生间啊。非常完整，就是主墙啊什么的完全不用动，瓷砖也是贴好的。哦，这里面有卫生间，这里面有卫生间，它是这样的，这里面还有，哎，还怎么搞了两个卫生间？这是卫生间，看本身就有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是一个顶上是镂空的那个外面的花砖瓦，这是个洗澡间儿。它是这样做的，一间卫生间，一个洗澡间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省出来一间房子，很合适啊。这个门怎么敞着？特别的空气还方便。这也是一间房，这间房我看看是什么哈？就是一间房。从窗户上可以看到，这就是一间偏房。里面可以进来，从里面看，这是正厅门，一进来也是一个客厅间儿。左一间右一间，他们这房都是这样，都是带炕的。这是一个炕，这个间儿大一点儿。然后这间呢，就是通向了刚才我们看着堵起来的那个偏房哈、啊。这个离海边近一点，这个就是他说不到两公里。就到那个虎头崖景区了。再看看另外的一处偏房，这个房子做什么用了？这个房子带一个天井，看吗？啊，这个采光啊什么的是比较好的，也是一个灶台，它是属于一个院子里的灶台，可以单独的做一个，就是火房哈，单独做一个火房。我站到门口的位置给大家拍拍整个院吧，170平方啊。哦，是个小四合院，就整个算下来是170个平方啊、嗯，连房子带院子，门口还有一个小花园、小菜地，满满正正的一个四合院，里面的瓷砖呀，还有主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那就是剩下的就是要换一下门，然后装修地坪，像有些人那个喜欢把这个整个这个院子封起来哈、啊，这个天井。四四方方的，就是整个给它封起来也可以。装饰的话就看个人了。标准的四合院，一圈都是房子。整个大哥说是170个平方。里面主要的是这三大间。嗯。这是一个起居室，就是很大。外面两间，里面是三大间。这边是个门厅，那边是主卧室。嗯。然后这是个厨房。这属于三间四间。五间儿、六间儿、七间儿，这是七间儿啊。卫生间，对，马桶和洗澡都是分离的。这房子好，我觉得还好装饰啊，还好整，是不是？主体也都很不错。你看上面的瓦，都好新，是不是？
瓦片，没有一片松动脱离脱的。新盖的，这房子盖了应该没多少年，哦。嗯，对。就是要换窗户，然后地坪这像这个地呀、啊、什么的，给大家弄成那种防腐木的，或者是搞成那种瓷砖的哈。在院里面搭个花架子呀，或者是整个给他这不喜欢种花的，给他就这样封起来，咱用花盆养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这房子好装修，好弄。你这上面台子都可以上去的。嗯。夏天把这上面都罩起来。对。防蚊虫。对。或者是阳光，用阳光板把它整个封掉也可以。对。这房子是多少个？8个 W 能搞啥？现在北京。一平米的价格，好地段哈、啊，然后在一般城市，也就是个卫生间的价格吧。对，你在这儿，你看海边来买个四合院。啊，1公里多就到大海边了，然后离虎头崖景区也是非常的近。实际上这套房子就等于是景区里的房子了，整个170个平方，完了外面还带小院，临近马路。对，嗯，这不香吗？有个20个，装修的得老豪华了。是，得装修的老舒服、老豪华了哈、啊。相中了没有？挺不错，很好啊。你看门，这个门楼也好，很气派、啊。门楼很气派，高高在上。你看，对，门口一个宽阔的一个大斜坡下来、啊。这房子收拾出来真漂亮，是不是啊？门口不用换啥，买一对狮子。啊，你看这门口这路多宽。门口这门口两边要停车。你说来多少朋友都够停，对，上虎头崖景区只有2-3公里，对，上海边也就是1公里多点，还不潮，不是说是潮的那样的哈。你看这个垃圾桶的这个把手，完了你看这村民的这个铁丝网啥的，你就能看出来哈。